欢迎欢迎哈、啊！我想看我们这个节目的非常忠实的观众一定会说：“哎呦，梦想集一号的这位选手太厉害了！”我一定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刚刚激情四射演绎的这位美女啊，是2011年度星光大道年度的优秀选手，并且呢是中国青年电小提琴演奏家，而且还是沈阳大学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丁妍妍。哦，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今天有一位非常非常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梦想集结号粤赛特邀的评委。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栏目我会尽我的全力帮助所有的选手实现他们的梦想，也是一个梦想大使了啊。就可能一说到丁妍妍大家会稍稍有点陌生，是的，但是呢在星光大道只要一提到画密都会知道是妍妍。我想知道这画密什么意思，好好多人都不大知道。是这样的，在从星光大道海选的时候开始，和毕老师对台词的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经常喜欢不停地讲话，然后几乎让他每一次都插不上嘴，所以他觉得你的话又多又密，那你就叫画密吧，这样就叫开了。我明白了，就毕老爷那都叫画密，但是这话这事儿呢要是让王老爷摊上，王老爷就不会起那么好听的名字了。用我们吉林这嘎的话可以准确的形容，就是话痨。对，就是话痨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我们这个画密的加入，两位王老师什么感觉？我觉得在这儿我一定要感谢一下台领导，感谢一下栏目组，在这儿做评委我发现越来越幸福了。哎，你看王磊老师一看你来马上就不停地在这弄发型呢。对，哎呦，我觉得总有美女坐在我身边，这个是我留在咱们梦想集结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没去中国好声音当评委，这个选择是对的。欢迎画密的加入，欢迎欢迎。另外要特别介绍的是王磊老师哈，东北师大人文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助理王磊博士，欢迎欢迎。还要介绍的这一位啊，重量级的资深媒体评论人老王，欢迎欢迎。来到梦想集结号，只要你的梦想够打人，只要你的故事够感人，只要你能够从周赛晋级粤赛，你就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来到梦想集结号，你的梦想会实现的。好，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梦想者。我现在是一名长春站的客运员，主要负责的是安检工作和检票的工作。那每天早上要8点起床，然后晚上6点下班，然后过着家和单位2点1线的生活。我的梦想呢是与我的母亲去一次巴黎。那个照片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在这去长春站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一月工资是我妈妈去一趟北京旅游。我很小的时候嘛，然后我和妈妈正在看电视，那时候正在播放的是那个巴黎圣母院的那些景色，然后她就说：“哎，这我要是能去一趟巴黎，多好！”就是这句话，我估计她当时是就是随便这么一说，就开玩笑随便这么一说。但是我这一句话我一直记了20多年，所以说我站到这里也是为了这个梦想而站。带着你
在一起 It's break it Break it Break it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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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baby come on 我在这里等你请不用再害怕我在保护着你啊在后你头的头下释放你的激情吧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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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我看好你 do you know 请你要为我停留也请你大声 say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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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下面一定要放我的 soul装扮很酷啊！上一次是穿着这个客运员的衣服是吧？是是是。啊、哦，你看这一次马上就有舞台范儿了，啊、来看一下两位专业评委的意见吧，好吧？吕涛这次的演出没有上次震撼，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上次他穿着客运员的这个服装，然后经过这次全新包装之后的吕涛，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喜，也没有给我太多的亮点。花蜜觉得呢？知道李涛，你跳这个舞蹈练习多久？练了能有一周吧。嗯，是的，我们在你的舞蹈上看到了，就是，有区别于你歌唱的不足，就是比如说你的肢体语言，就是胳膊甩的时候，你会是用你的大臂直接这样硬去做这个动作，而往往这个动作是要直接甩到手指尖这样展开去，实际上它就像一个抻面一样。张弛有度，而不是是一个很硬性的砸下去的动作。嗯，是。我虽然没有看到过你的周赛哈，但是听到评委们一直对你是赞誉有加的，能不能在这里用你清唱的歌声给你自己拉拉票呢？嗯，可以。那就唱一首《长春站欢迎你》。好。我们衷心的欢迎你，欢迎你来到这里。一定会感觉很温馨，心里有一丝丝甜蜜。我们伴随朝阳早起，只想要给你好心情。流淌的点滴，就像你我没有距离。这首歌已经要被长城站纳为就是长城站的战歌，以后在那个就是长城站那个大屏幕上以后就会放这首歌。你自己作词作曲？作词作曲编曲都是演唱，都是演唱。对，哦，我听说这首歌现在已经被送到哪儿了？送到沈阳铁路局，经过审批然后才能成为长城站的战歌。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歌曲当中是有了很多很多人情味的，不是长春是最有人情味的城市吗？真是融入了这种感觉，所以你用你的人情味打动了花蜜。谢谢啊。再从沈阳到长春的时候咱坐火车，为什么就要听听长春站欢迎你这首歌？有机会在里面加一段小提琴的 solo 送给你。谢谢。什么时候都忘了宣传。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客运员在我们的火车站为我们服务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的。然后呢，如果他真的这个歌这个竞选成功了，每天在长春站好几十万人听他这首歌，熟悉他，然后这好几十万人再回头看到我，我觉得我的下场一定会很惨。所以立涛啊，我现在很纠结呀、啊、来，我们五秒倒计时。我现在是一名长城站的客运员，这样一个客运员对我们服务一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四，我的梦想呢是与我的母亲去一次巴黎，可是为了这个梦想而战。三，李涛这次的演出没有上次震撼，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喜。啊，你用你的人情味打动了画面。王磊老师，你的蓝色的灯会转为红色还是绿色的吗？希望你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真正的纯粹的音乐，谢谢你。恭喜恭喜恭喜，加油。每天在长春站好几十万人听他这首歌，熟悉他。有机会在里面加一段小提琴的 solo 送给你。亲爱的各位朋友们，长春站到了，请注意安全，欢迎下次乘车。长春站永远欢迎你。
是喜怒哀乐欢乐开怀。太苦那个老大娘啊，泪水哗哗呀，八卦满腮呀，逗那个小破碎他腰都直不起来呀。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对塞塞对塞塞，哎哎呀，说唱八五节咱们满路都是财呀。报你看要，我们小哥俩是来自吉林省德惠市，我叫王雪萍，我叫张衍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俩，我们是最棒的耶！ Yeah! 我发现了，就是这样的选手一上台根本不需要主持人，就插不进去，这话都想说都张嘴张半天接不上话来啊！还有啥了？啊，你看场上现在王雷老师的灯是红色的，啊，我觉得这个女演员特声音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很适合唱二人转，稍稍有一点瑕疵在哪儿呢？二人转讲究，四功一绝嘛，在他们的这个四门功课里边，在唱的这方面稍稍有一点瑕疵，所以我给他俩留了这盏红灯。哦，我会让这个王雷老师把红灯变成绿灯的感觉一下啊。有什么绝活？来点音乐，什么样的音乐？你先给大家展示展示是什么东西？手套是吗？手套，对。啊，就日常中生活中洗衣服那种手套。手套要做什么？哎呀呀！手套要做什么？哎呀呀！把手套套在脑袋上啊，用鼻子给它吹爆了。这是印第安造型。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不是用嘴吹的。我吹鼓吧，我的这个。今天给听的哥哥姐姐陪老师演一个，哎呀，刚刚那绝活都吓死了。小伙子，我劝你一句，如果是很有危险的绝活展示的话，是咱们不展示也罢。在风扇转的速度时候，老弟使手指头给他挺住，行吗，朋友们？掌声激烈，使折磨，行吗，朋友们？啊，不是不是，感觉一下啊，听听风扇的风度有多大啊！音乐稍微停一下啊。你要用什么？音乐走了。
但是舌头行吗？你用哪儿？这是我人体最脆弱的地方，舌头啊。哎呀，哎呀，我舌头到现在还疼呢。我觉得这小伙子其实也挺好的，而且作为一个二人转演员吧，尤其是男性演员，一定是上场就像带着量来的。这个男孩子做到了，而且我看了他的绝活之后吧，因为我以前看的更多的绝活是由王哥表演的，擦玻璃嘛。所以今天见到了他这个绝活，我觉得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想问一下，我很想知道他们俩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帮我的搭档给他爸爸买一车摩托车，买一车摩托车，对，买一车呢，一辆啊、哦。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爸爸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在哪儿？家是哪儿的？我家是舒兰的。啊、哦嗯，那他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就是吧，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在别人听到的。啊、哦、啊，因为农民嘛，他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白天早上起早起来，出上街里去卖菜去。晚上贪黑回来，就是吧，在一次，一个天黑晚的路上吧，骑着自行车回来，因为前面有个水泡子嘛，基本就是天黑，因为摩托自行车没有亮嘛，就不小心摔倒了。但是他跟我说是就是胳膊呀、腿都摔坏了，就连车轱辘都摔掉了，你说成啥样？你说？所以说我就帮他给他爸买了辆摩托车，因为晚上还可以照亮，没了。没想到小哥今天他的梦想是为了你，没有想到，嗯、哦，那次伤的挺严重的，那种胳膊什么腿都摔坏了。完，我在这块学完转回到家的时候，我趴在我爸身上，我看着他那双手，你知道。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不学二人转了，我要在家照顾你。但是我爸跟我说，我爸说不行，就是爸砸锅卖铁也要让你学成二人转。但是那天我就发誓，我说爸，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二人转，出人头地来孝敬你，孝敬我爸和我妈。我说燕子姐姐，我在这说一句话行吗？说，我就跟我爸。因为我这个电视我爸也能看着，我就想跟我爸说一句，爸爸你辛苦了。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这个表演，爸爸一定会觉得，就是爸爸付出多少，在背后为你做多少，他都觉得值得，都会觉得最欣慰的，真的。他小哥啊，我最后有一个专业方面的建议啊，下次再说梦想，直接要汽车，要什么摩托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王磊老师说的是对的，我们的年终大奖就是轿车，下回就要轿车，好吗？啊。我还想说个事儿。还要说事儿？哎呀，你这事儿不少。今天他都帮我圆了这个摩托车的事了，我想在这跟他说一句，今天都是他生日。今天过他过生日啊！今天过生日，我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呦，在这里恭喜两位，晋级了！晋级了！一个小舞台，又有俩人演起来。演的是帝王戏，那么一呼两呼喊。演的是波公怒杀，陈呀陈世美呀。演的是惠美琪，挺胸不依赖。太成的大姑娘啊！本栏目呢，感谢民意微整形冠名播出，感谢吉利省汽车租赁行业协会、国信租车，感谢全源酒店集团、长白山全源保值温泉度假酒店的大力支持。同时呢，还要感谢吉利华通长安铃木 4S 店提供的铃木电雨一台，作为我们的年度梦想大奖，感谢。龙伴龙老，伴侣匆匆。
江水永不休，陶醉于世间事，万丈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也未有。爱你恨你，万君知否？此地光一泛罢休，转千弯，转千盏，人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分不清浓，在我心中起伏够，仍愿分不清浓，在我心中起伏。今天这身装扮是强哥是吗？啊，感觉怎么样？有人说像，自己感觉就挺像了，很陶醉其中啊。我觉得他一转身，他的台词应该是打打打打打打打爷。本来一转身，然后一挥舞你的这个衣服，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很酷、很深沉的强哥的感觉，但是却从你的表演当中透露出一股匪气，看到了定力。不过后来他马上调整过来，但是一直这种感觉持续在我心中在纠结着。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咬字，你要特别讲究，尤其是唱这种歌曲的时候。满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他那个粤语那个咬字的时候吧。口腔里边的动作很大，外边的动作很小，而在你做的时候，口腔外边的动作也很小，里边的动作更小，所以我们听着的时候就有一点让我不太满足的感觉。对，所以这是我给你留下这个红灯的原因。对，其实就是说到了开口音和闭口音两个要结合的稍微好一点。他上次唱的那首歌非常适合他的这种咬字方式。开阔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谁刚过门娃吗？你看见他眼睛里的这个疑问了吗？静静，我讲的还没意思。他问你知不知道他说话的意思，一点都听不懂。王老师，我是说给你听的，他一点广东话都不会，证明然后这首上海他能唱得这么标准。你知道那个滔滔江水永不休是吧？这个休广东话发音是腰，就是这个咬音一般咱们东北人是很难咬准的，可是他很准了。这首歌你听过多少遍了？得没数啊，无数次了，可能都已经。你是从来都没有学过唱歌是吧？对，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没事就自己在家，因为害怕嘛，天天就是用那个随身听，戴耳机天天听，然后天天跟着唱，就每天都在听。天天其实就相当于是听那个音乐把自己熏陶愣给熏出来的是吗？对，我家就那磁带都能装一箱一箱，完全是自学成才。又勾起我的一点往事，我在小时候也有这段经历，就是一个人在家，然后父母不在身边，不过我没有你那么幸运，我得到了一个收音机。然后在收音机这里边呢，有两种东西比较吸引我，一个是评书，然后再一个就是电台的主持人。后来我一点点发现，说评书呢说不过单田芳，然后做主持人呢做不过燕子，所以没办法，我们就来搞音乐了。哎，那时候水这么甜了，你没听懂王磊老师的意思，是在他小的时候就是听燕子姐姐的节目长大的。对，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把50多岁的这个年龄就说出来了啊。对，说50谁信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杨帆的这个梦想是
想去找一个就是专业的音乐老师指导我在唱歌方面的不足。那这样杨帆你看好不好，你找老师的这个事情呢我可以帮你解决，然后你学语言的这个事情呢你可以找老王，然后你如果还想进修进修你的小提琴呢，我们这还有一个老师在这里，但是你带着这个红灯回去，然后满怀希望的我们从明天开始继续踏上征途好吗？很遗憾杨帆，继续加油好吗？那上次唱的那首歌非常适合他的这种演出方式，勇敢以后跟了唐丹江就不紧张，要那执着强面人的所打破。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没事就自己在家用那个随身听戴耳机天天听，就是这个咬音一般咱们东北人是很难咬准的，拉很准的。我觉得杨帆已经走得很远了，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流浪歌手，街头艺人，这个大多数人眼中边缘、底层、流动、随性的社会角色，我们演绎了九年，从北京到长春。但是现在生活中，我们还有着更重要的角色。爸爸，老婆、儿子，我的。不行了，妈妈，哭了，哭了，不要我，哎，哈哈哈哈，去拿你妈去吧。哎呦，我儿子十四个月。儿子，当初你爸爸就是因为唱歌好听，妈妈才嫁给他的。我们也曾经为音乐疯狂过，执着过，我们可以为音乐放弃一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得养家糊口，辣椒好吃啊。少放辣椒。来一份，来一份啊！去年卖了一堆糖葫芦，这全是我们做的。虽然说挺吃苦吧，但是收获还可以吧。那个能够维持生活，今年还想继续干。其实吧，现在我对现在的生活吧，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前几年在北京，就俗话说的北漂嘛，这种生活。但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说早晨起来只吃一份饼干菜，一块五一份，到现在吃的一天天就发想跑，五块一份，来一份吗？为了一块钱走十几里路，为了一顿饭各种算计，就是想让自己能够继续在北京坚持自己的梦想。反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不断磨练，也学会了做两道菜，一个是柿子炒鸡蛋，一个是鸡蛋炒柿子。其实我们当时参加《梦想集结号》这个节目，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俩同时在网上看到杨琳琳这个视频，我们非常感动。当时我们就决定一定要为她写一首歌，登上这个舞台，把这首歌曲送给她。就这样，对她这个故事，我们其实以前有很大的梦想，我们都想出专辑。就是平时有时间，我们就会在街边唱歌，挣一些小的零钱。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以后用我们唱歌挣下来的钱，能帮助像杨琳琳这样的人。感觉你的温柔，就像你的笑容。
你的手，可你不在我左右。你的承诺只是为了给我自由。想你的笑容永远看不够，多想再牵起你的手，回到我小时候，可失去的岁月已不再有，不再有。太好听了，是你们的原创歌曲吗？对，这是我们自己写的一首歌曲，为我们的父母写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时光》，我们的组合也叫《时光》。哎呦，我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从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到现在，我们感受到的。上一次在周赛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曾经在舞台上的一位，患骨癌的一位选手王琳琳写的一首歌。只有经历不再体会。才懂得珍贵，是否日出日落，也曾叹息那留不住的美。乐赛的时候就会拿出这么好听、这么上口的这个歌曲，我是觉得跟你们平时的这种经历是有关的。那你们两个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就是想把我们自己写的歌录成专辑，然后呢，也希望在这条音乐的路上一直坚持下去。我就希望带着我的专辑，就是带着我的录出的歌，明年从五一到十一这五月时间，我想就是骑着我的摩托车和我的兄弟，我们两个去中国，就是各个城市去走一走，然后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这次比乐赛嘛，我们就是来之前，我们一直在为这个问题争吵，我感觉不是特别现实，但是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吵。我这个人生阅历还少，我想丰富一下我的人生阅历，我想我出去。用这几月时间我想能得到更多。其实我真不是这么想的，因为吧，不像我们以前在北京北漂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真是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现在真的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我们有家庭有孩子，真的想法真是不一样了。就是你即使去做了，不应该为家人想想吗？我感觉这样做太自私了。其实知道啊，难道所有的音乐组合必须要面临这个问题吗？是就是这个意见不统一的问题。在音乐的梦想，我们是在一条线上。我觉得一个是怀揣梦想，然后坚定执着，这个没有错。另外一个想脚踏实地，然后有情有义，也没有错。我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来积累我们的音乐素养，我们把我们的专辑打造得特别的充分，然后安顿好我们的家人，然后我们再轻装上阵。你们觉得这样不更好吗？我们一直在为这个问题争吵，说破万军书不如走万里路，感觉这样做太自私了。其实音乐的梦想，我们是在一条线上。一年之后，你会不会跟我走？可以，会不会一起去？可以。那就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谢谢。就我觉得你们二位走到今天，真的太不容易了。比音乐更宝贵的是你们之间的友谊，不要为了各自的梦想而破坏了这份最宝贵的东西。饭呢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你们俩也是结了婚的人，葛优大爷也说了，结婚也是先从眉来眼去开始的嘛，所以我们不要着急，你们一定会走得更远的。是的，谢谢我们期待着。我特别喜欢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上在周赛晋级的时候，你们两个互相一撞的那种状态，能让我们再次回味一下吗？来，加油加油加油。
他们都穿着红色的军装，担当起的人有杀过一样，后离开家乡竟然见到爹娘，我不一样，其实早就一样，都是青春的年华，好像在粤赛的赛场上，第一次歌没有唱完，我们三位评委的灯就已经红了啊！因为什么原因？三大哥知道吗？他开始唱的时候有点紧张啊，没跟上这个音乐的节奏。孙大哥进早了一小节。这一小节一直在那儿横着，然后就让我们心里听得很不舒服。整个曲子是在错牙子的状态，这样从开始一直到这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实在是不能再听下去了，所以真的对不起了，所以我们集体亮的红灯。上次唱的是十五的月亮，这一次唱的是当兵的人，一直都是诠释了一个老兵的这种不变的这种军人的情怀。我听说儿子现在也是军人啊，我当过兵，你要让我儿子也献身了国防啊，我儿子是空军。你看看，父一辈子一辈哈、都是当兵的人。而且这一家的组合我觉得非常霸道，看看海军空军齐了，航空母舰的主要兵种咱们家全了，是吧？然后再生一个孙子当陆军，是吧？这谁齐全了？海陆空哈。大哥的梦想仍然没变吗？没变。我的梦想，为我的爱人要赢得一个钻戒。我们结婚30。结婚30多年了，对，81年结婚，81年结婚的啊、那个时候的结婚是不像现在，他那个时候是需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啊、就这叫三大件都有吗？这三大件那个不好拿，再把手表拿来了。来，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哎呦，这个就是当年给他买的，当年买的这个手表啊，现在你看。现在还这样的非常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呢。这个表当时多少钱呢？是210块钱、啊、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我基本工资是43，加上5块钱的副食，1.5块的洗礼费，就是洗澡费啊，还有自行车费1.5块啊。那你这是将近50块钱呗、是不是？所以这个我将近4个月的工资，攒了4个月的工资买的。这还有一个，这个是订婚的时候给他买的一个戒指，当时这个金子相当便宜，是17.5块一克。我觉得听到您说这个价钱的时候，有多少人想，我要能穿越回去该多好。对呀，那时候酒席多少钱一桌？现在可贵。那个时候的酒席是分几等啊？有8块，有10块，有18的。所以我当时来说还是说比较贵一点。还有18块钱一桌的酒席，那什么四喜丸子啥都得有吧？对，那当时说这些大件，鸡、鱼、肘子。这些都必须有的。哎呦，那个时候的钱最大的面值只有10块钱，要参加你的婚礼拿个10块钱，那就很给你面子，一般都拿5块钱。你看我们这工作人员送上来的，这个是大哥和嫂子的当时结婚的照片哈、好多年轻人可能都看不到。这是当年是个黑白的，因为当年没有彩色照片啊，照的是黑白，放大以后上的色。哟，还挺细的，你看戴这个项链都涂上绿色的了，然后这红嘴唇、眼睛，那个领带也是绿色的，还挺情侣装的呢。现在我们照婚纱照全是化完妆之后再照，而过去在80年代之前都是照完了之后再化妆。对的。
我们似乎又穿越回那个年代哈，就感受了那个年代的很多的这个经历和故事。真是，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感情的长久啊，其实并不在于酒席我们要吃多少多少的，然后定情信物我们要给多少 K 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相守的这个日子里边，怎么样的来对待对方。孙大哥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他要为媳妇要的这个钻戒，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周赛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月的收入。我现在是405的人员，是在派出所做保安员，一月工资只有1000块钱，去掉交这3险1金只有771.87块，回来还都要交了我爱人作为生活用，一个月只靠那100-200块钱的零花钱，就攒4万块钱，要想实现这个梦想也特别困难。所以说我站到这个舞台，梦想舞台，要实现我的梦想，也希望各位评委老师、观众，大家支持我，帮我实现梦想。其实看到场上三个评委的灯，可能我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稍稍受到了一点阻碍，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周赛你在我们的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说出了自己的梦想，你这个梦想打动了很多人，包括一个人，那就是易菲尔南非4C 钻石店的店长陈田，他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来，掌声有请陈田，有请。燕子你好。你好。在座的三位老师大家好啊，那个今天我很高兴站在这儿，代表我们易菲尔钻石为孙大哥颁发一个我们精心准备的钻戒。所有钻石界都有这样一个口号，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觉得像孙大哥和您爱人的这段感情远远要比钻石更珍贵，更加的久远。哎呦，谢谢谢谢你帮我实现了梦想。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易菲尔钻石为你准备的。太漂亮了，大哥，太漂亮了。是吗？我要代表我爱人，代表我全家人，谢谢你。没谢没谢。好，同时呢谢谢，我也希望啊，大哥和爱人能够幸福美满。谢谢陈田，谢谢。梦想并不遥远，钻戒就在眼前，谢谢。恭喜你大哥梦想成真，谢谢。带我们问嫂子好，好吗？谢谢。祝你们永远就这样幸福。我觉得接下来呀，大哥心里就该急上了，赶快回家报告喜讯吧。来，大哥，咱们以军人的姿态来告别这个舞台，起征，小子好，站，跑步走。各位老师好，我叫高阳，我这次带来的一首是我为环保写的一首原创歌曲，叫做《乘风》。扬起帆，追梦路上风雨在作伴，昂起头，阳光抚摸我的笑脸，伸出双手拥抱明媚蓝天，你是我的世界，我的光点，唯一不变的永远，牵着手也是这个世界最华丽的语言，只要有你陪在我的身边，才能站在世界最高点，看那勇敢洒满海面，照亮夜的天，照亮我的天，乘着风破浪扬起帆，追梦路上风雨在作伴，昂起头，阳光抚摸我的笑脸，伸出双手拥抱明媚蓝天，只要有你陪在我的身边，才能站在世界最高点，看那荣光洒满海面，照亮夜的天，照亮我的天。
我知道你每次出场都是如此雷人哈、啊。来，我一定要好好看一下你今天的这个装扮，有这个长豆、小辣椒，大家看到了，胡萝卜、大白菜叶，哎呦，你看还有茄子。就能看得到的就都在身上了啊，我今天晚上的晚餐齐了、啊、你是要炒还是清水煮都可以，没有问题。他这一身衣服够咱们今天所有人的晚餐了。在周赛的时候你的那一身打扮，你说地球就变成我现在这样垃圾到处都是。我知道大家看到我感觉比较惊喜，其实我想大家看到的不是我，而是这个地球，山被污染了，水被污染了，所以地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你越赛这个打扮是不是地球，你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通过你的倡议，地球变得像你一样五彩斑斓的，又恢复到它原有的生机了。对啊，这就是我的梦想、哦、这就是我的愿望。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分享吗？啊，有啊，我们就是吸水梦之队，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有一个条幅，我们哎呀好像 有几千人吧，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希望能拿到上面来与我们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个条幅是吗？对呀、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条幅，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哎呦好长哦。行三下乡溪水之旅，展吉林人爱乡之情，对吗？对呀、啊、吉林，我们吉林人爱乡，地球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爱我们的地球。也在这里我有个心愿，也是我们整个溪水梦之队以及我们在环保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愿，评委老师能把你们的名字签上吗？太乐意参与了。来请三位评委，太有意义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也是作为我们这个溪水梦之队的三位成员。谢谢王哥，谢谢，加油。好，谢谢燕子姐，谢谢。我们是非常荣幸的，也谢谢你。梦想集结号这么多选手，高阳是最行为艺术的一个。对的，对的。每次出现总是让我一雷，对，然后一震。对高阳，我觉得高阳这个两次的演出。包括我们很期待的下次演出好像迎合了那个小品叫做昨天今天和明天，然后呢我也很支持你通过自己创作去圆你自己的梦想，你的歌写得很好，那我也倡导咱们节目组一定要大力的支持这种成本不高影响不小物美价廉的优质梦想，这就是我想说的，只要是关于环保的，关于绿色的，关于我们的地球的，我们就支持到底，加油高阳，加油，恭喜金鱼，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姐姐哥。
面。我觉得今天可以做模仿秀了，你看这身的行头，再看看左老师的这个发型啊，我觉得这今天做模仿秀这没有问题的。再把这个蒋大为老师的这个图片往这一放，不但神似，而且嗓音也非常非常的像。周赛的时候我唱了蒋大为老师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啊，我们那里就是说观众看到之后啊，他说你唱得太像蒋大为了，所以另外给我起个一个外号啊，说跟我叫左大为。这个外号太贴切了。哎，对对，我也要转达一个信息向您左老师啊，那个我母亲看完了您周赛的节目之后强烈跟我提议，能不能让那位左老师给我们唱一首牡丹之歌，今天真来是吧。你看不但选手能够梦想成真，你妈妈的梦想也梦想成真了。 太有蒋大为老师的范儿了。因为在央视前不久我们去录制节目的时候正巧碰到蒋大为老师，我就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大为老师的那个神似吧，尤其是当他的歌声一出来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形象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想说的，为了我们的妈妈，为了我们的妈妈偶像，我觉得我会挺你的。我最关心的除了你今天要唱什么歌之外，当然是为了我妈妈，就是这次没带什么礼物过来吧。我最关心的除了你今天要唱什么歌之外，当然是为了我妈妈，就是这次没带什么礼物过来吧。上次是左手一只鸡，右手倒不是鸭，右手提的是辣椒和大蒜。对对对 对, 对，上次你带那大公鸡那个米粒儿抱着坐飞机回去了是吗？啊，就再也没有带着鸡回来。我相信他指定是当宠物给玩养起来吧。是，一定当宠物养起来了。我们得最近给米粒打个电话问问那大公鸡还好吗，是吗？罗老师，我期待着等到有机会再看到你唱歌的时候，我希望我也得到一只大肥鸭。好，我下次给你带来一只农村的鸭。好，我也可以。怎么都这样上赶着腰上了呢，你说说这可毁了。我们都让罗老师养得好。罗老师说你的梦想变了吗？梦想还是没有变。梦想呢是想为我们的学生们要一台电子琴吧。因为我在农村教学啊，学生们呢都非常渴望有一台琴。那么多的乡村小学的孩子们能够在你的这种教育下能够有音乐的熏陶，并且可能接下来很多的孩子也会走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实现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应该代表所有的这些乡村的孩子们对左老师表示感谢。谢谢左老师，恭喜你晋级了。我叫焦明，22岁，来自德惠，在长春已经7年多了，现在是一名酒吧歌手。也正是因为我的职业所致，我的生活和很多同龄人有着天壤之别。白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时间和朋友谈天说地，或者和家人们在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是我在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床上度过，因为晚上华灯初上的那一刻才是我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同事，这就是我唱歌的地方。这两个是菲律宾歌手，拿一个，我呢就站在这儿，就站在这儿唱，这就是我的舞台。每天我都会站在这小小的舞台上，把歌曲认真地唱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们。有时候会迎来一些淅淅沥沥的掌声，有时候也有借着酒劲跟我一起大声歌唱的人。那个时候特别的开心，觉得被人认可了。可一切过去后才发现，也许这里从来就没有人真正的为我的歌声喝彩过。舞台下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也许只有我自己，还有他。母亲为了我们的未来
放弃了太多太多，可是作为儿子的我们尽的孝却太少太少，甚至给母亲揉揉肩捶捶背这样的小事我们都很少做，一心想走音乐这条路。有时候我哥会说，你就知道唱歌，你看看妈为了这个家都累成啥样了。我才注意到母亲已经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的那样了，头发不知道什么时候白了很多，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也添了几条皱纹，腰也弯了很多。我才忽然间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应该挑起一个家的担子让母亲歇一歇，所以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我需要一件事来证明，证明我的选择没错。于是我参加了梦想集结号，我必须在这里成功，我需要这次成功，甚至比别人更迫切。好像走到这个舞台上唱的歌都是特别深情款款的，周赛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是送给哥哥的，哥哥的，然后今天这首歌是送给妈妈的，是的，也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因为母爱太伟大，谢谢。同时这首歌曲也是送给我的母亲的，因为每天天还没亮我妈就出门了，天已经很暗很暗，我妈才回来。我看到短片里面妈妈拉着一个行李车，对，妈妈是做什么的？妈妈是做干果的。是有一个什么摊位卖干果吗？是还是就是跟片子一样，拉着那个小车子，完了之后是走街串巷，谁要就到处问，人家公司也去问，完了甚至有的时候保安会给我妈妈赶出来，也不会想到有多么轻松去赚钱，他只想到我这样就能赚到钱，我今天能挣一块钱我就能拿回家，就是这样。所以对今天其实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比了这么多年赛，我妈妈没有站在现场，没有看过一回我的演出，那么今天我妈妈同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哥哥一起来到了现场。难怪唱得这么投入这么深情啊，
我们掌声有请啊，江耀明的哥哥和爸爸妈妈上场好吗？来，有请有请。哎呦，好幸福的一家四口啊！我忽然觉得作为爸爸妈妈能有这样两个非常出色的儿子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以前儿子演出的时候你到过现场吗？我有过几次到过。有过几次？阿姨从来没有过。没有，我第一次。要不看着我可好了呢。我看我儿子唱的也好，这些演员也好，我今天我来我就要看个燕子。是啊，老王，我搁电视上我总看着你俩。是吗？我总看我可乐看你们的节目了。看我们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都没看过儿子的演出。哎，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心突突，我不怕你像我第一次看上这个场面啊。哎呀，我没寻思我能亲自看着燕子和叫老王。哎呀，我对我亲眼看着。来拥抱一下。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我太激动了。对，因为今天我也看到您了，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观众在，你说我们工作能不加把劲儿吗？而且阿姨在周赛的时候我就看到小儿子哈，小儿子唱了一首歌，他的最大的梦想是就是给我的哥哥买一套房子，是给哥哥要一套房子。我是在想，哎，你这两个儿子太优秀太出色了，你是不是也可骄傲了？哎呀，我可高兴了啊。那我知道今天这兄弟俩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在今天揭晓。这兄弟俩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在今天揭晓，这样我们先看一个短片才能知道他们这个秘密是什么好吗？来，一起来看短片。因为我和哥哥都是男子汉，所以一直以来呢有很多的话不善于去表达。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心里边有但是没有去说出口。其实我们也确实知道，这么多年你受了很多的苦，可以说我们哥俩有多大，您就受了多少年的苦。也非常感谢妈妈，还有辛苦劳动一辈子的爸爸，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让我们感受世间的冷暖。也非常感谢您和爸爸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一句话。妈。刚刚我说这个秘密实际上就是今天是阿姨的生日。看到这个短片什么感觉？我乐就是高兴。那接下来两个儿子送给妈妈的礼物马上就要呈现在阿姨的面前了，来，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礼物，大家一起期待好吗？哎呦，好大好特别的蛋糕哦。祝阿姨生日快乐。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时刻，我一定第一个报名送第一个祝福，我要给您一个惊喜。阿姨，哦，谢谢。老王要送上惊喜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本节目感谢民以为整形冠名播出，感谢吉林省汽车租赁行业国信租车，感谢全源酒店集团长白山全源宝石温泉度假酒店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感谢吉林华通长安铃木 4S 店提供的铃木天宇一台作为我们的梦想大奖。别看他憨的不听说话好红脸儿，你要不提样子还好，哪那什么哪，这要在60年前。就可熟人下手是吧，把我裤腰带蹬下来，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我非常佩服。老王这一幕在播出的时候一定要把媳妇支走，钱好呀。